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，他们说如果使用粘土就可以把柏油去除，那我们要柏油清洁剂何用？我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柏油清洁剂可以有效率温和的从你的车漆上移除柏油，我们事后再跑粘土会不会更加的对车漆的负担是比较少的？如果你今天硬要拿粘土去跟它硬拼，这样子我们的负担会不会相对的是比较重的？所以这部分可能需要大家去思考。凡存在必合理，所以说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必要性。There's a storm inside my head. It's getting me. 以后你小心的时候在路上被砍中。靠北安装粉丝。加酒保洁手。还被砍手，看你心里会不会天堂。分装的分装的。天堂地你要这有冲过的。阿翔那时候，阿翔不是阿翔不是掉耳筒吗？他表弟 po 了一个，应该是天堂二的画面吧。他说、这就是我的青春，大概值一台马二，蛮厉害的。那是花很多钱在上面，真的假的？他是花一堆钱在上面。孙爷，一台马二，70几万。好了。